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今天呢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也是收录在翻唱专辑 Those Years 里面唯二的国语歌曲其中的一首，这是一首合唱的歌，也是当年非常红的电影主题曲《七匹狼》原声带里面收录的《永远不回头》。这首歌当年我在主学生乐团的时候，它是极少数我觉得真的很棒的国语摇滚歌曲。而这首作品呢，我非常开心的能够在我翻唱专辑录制的过程里面邀请到其中的一位原唱，也就是当年东方快车的主唱姚可杰大哥同台跟我一起重新在这一次的这个 project 里面重新诠释这首歌。另外的部分我也邀请了我的好朋友，我的非常好的工作伙伴罗永昌来一起跟我合作，同时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新生代的歌手卓一峰，我们四个人重新在这个年代诠释这首《永远不回头》，希望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它具有相当的意义，可能是传承，可能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在经过重新的诠释之后，希望让大家再度回忆起当年它曾经炙热你的心，曾经影响过你年少轻狂的那段时光。来回味这首歌吧，《永远不回头》。向时间祈求永远，当月光送走今夜，我想要跃入海面，找寻起点，看誓言可会改变。心灵还会颤抖，在那里风雨，我和你也要向前冲，永远不回头，不管天有多高，忧伤和寂寞，感动和快乐都在我心中。
谢谢。